副手是谁，迟迟没有揭晓，外界形容是难产。蔡英文今天接受媒体专访，澄清说是产期未到。他还信心满满的说，就算宋楚瑜没有参选，他和马总统对决，同样会赢。 会不会支持不读？马总统要求表态，忍了好几条蔡英文终于开炮。这个问题还是一个主要的政治人物问的问题吗？如果台湾现在的主权现况不是一个独立主权的现况的话，现在的现况是什么？如果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，他为什么不叫一中各表？显然他是从一中各表的立场上的退让。好，而且不但是退让，在中国掌握全势权的情况下。 他一直往一个中国原则的方向去靠去。我们当年也检查过所有的文件，也没有所谓的共识的存在。化被动为主动，蔡英文也再度炮轰法务部长曾永福失言，将矛头对准马总统。我因为有这样的部长会道歉，但是我也总统道歉，我会道歉，我会要求我的部长道歉。你会要他下台吗？ 我也很可能会要他下来。不过，蔡英文真要当总统，得先找到副手。人选迟迟没公布，副手难产，传言四起。没有难产啊？没有，就是产期未到而已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们的内部追踪的民调，其实大致都还是五五坡。或许我们很多的支持者觉得说，宋先生进来的话，或许会让整个的选局会比较复杂。 或许对我们比较有利。我们不需要以这种我们讲沙嘎地啊，就是有三人竞选的情况来赢得最后的胜利啊。我们自己在两人对决的情况下，我们就有信心了。蔡英文有信心，直觉准不准，很快就能揭晓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